所以我讲到这个东马年牧师，他提到两个人的经历啊，一个呢是爱德华兹，一个呢是近代的这个布道家啊穆迪啊。那他说这两个人非常不一样，因为爱德华兹呢是一个大学问家，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神学家。爱德华兹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除了奥古斯丁、加尔文以后，可以算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放在整个人类的思想史上也是这个哲学家跟思想家之一。但是穆迪呢不一样，穆迪是大大的被神使用的一位布道家啊。爱德华兹算学院派啊，那么穆迪就算呢行动派，对吧？穆迪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学者，他也不好在教会的历史上被称为一个思想家啊。他不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行动派。那么我们常常讲到信望爱的时候，那我给大家借着这个故事，他讲的这两位的一个差别，给大家一个劝勉，就是我们常常借着信望爱呢，我们也提到在福音当中的三件事情，就是福音的思想力、福音的行动力和福音的生命力。福音的思想力是因信而来的，因着圣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因信求知而有福音的思想力。那么爱德华兹是一位在福音的思想力上那是出类拔萃，上帝在他身上有很大的恩典。那么爱产生了行动力，看见有人缺乏，看见你的弟兄怎么样被捆绑，看见有人饿了，看见有人渴了，看见有人没有衣服穿。穆迪是一个有福音的行动力，在这方面大大的被上帝使用的人，因为爱带来行动力。那保罗的意思是说呢，以弗所教会呢差不多是还不错啊，有福音的思想力啊，也有福音的行动力，所以保罗要为他们祷告什么呢？祷告福音的生命力啊，他们的信心也有，他们的爱心也还可以，他要为他们祈求的是盼望。那因此呢，仲马天就讲了这两位说，虽然一个叫学院派，但是一个呢叫做行动派，但是他们却有相似的那圣灵所引导的生命当中的经历。爱德华兹在1737年的一篇日记当中记载了他圣灵的这样子的引领。他说，我有一次为了健康而骑马到森林里去，照着我素常的习惯，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下了马，边散步边默想祈祷。忽然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异象出现，我看见神的儿子在神和人之中间做中保的那样的荣耀，就好像摩西向神所求的，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以及他的奇妙伟大丰满纯洁甘甜的恩典和慈爱，在那一瞬间笼罩我，以及他的温柔和他的谦卑，这一个恩典显得如此的平静和甘甜，也显示出极其的伟大，超乎诸天之上。基督这一个人显得无可言述的超凡，他的卓越足以包含一切的思想，笼罩我一切的观念。依据我的判断，这一幅的景象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在其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面都是泪流满面，大声的哭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经历？你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你在上帝的面前像保罗一样的求那智慧和启示的灵临到你，使你看见1-14章所描绘的那崇高的福音，以至于你的心被深深的震动。阿们。
以至于你里面充满了指望，阿们，充满了荣耀之上加上荣耀的丰盛，阿们。然后他也讲到一段穆迪啊相似的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他讲到他的有一天他在读经他在历史当中与主相交的时候，他说我开始哭泣，其强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的渴慕越来越强烈，我确实的感觉到我如果我不能得到侍奉他的能力，那我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了。我一直不断的向他呼求，愿那圣洁的灵来充满我。哦，有一天在纽约，哦，何等的一天，我无法描绘，我很少提及他，他几乎是太过于神圣，以至于我无以名状。哦，我只能说神将他自己的荣耀启示给我看，使我对他的爱激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不得不求他止住他的手，让我来为纽约，让我来为美国，让我来为这个世界的福音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他复兴他自己的工作。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求你揭开我们脸上的帕子。主啊，求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看，因为你开了我们的心窍，因为你向我们吹气，你就使我们受了圣灵，你就将那一个在万事以先拣选预定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福音，你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就求你的恩典，你来浇灌在这一个会堂当中的你的儿女，让我们来领受那活泼的信仰，让我们来领受这个恩典的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浇灌不断的燃烧，以至于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骨头里面好像有火含饮不住，我们就要像你的先知一样，我们就要发声，我们就要开口颂赞你，我们就要传扬你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喜悦，我们的生命当中忽然就有了力量，是让这个世界的君王主啊都不能够胜过的力量。哦，主啊，我们的里面就有了喜乐，就有了盼望。主啊，我们就被提升，好像保罗一样的，在那三重天的那样的经历当中，就好像拔摩海岛上的约翰一样的，看见将要临到从天降临的新圣城耶路撒冷。主啊，愿你的耶路撒冷在我们的眼前降临，让我们为你的圣城而活，让我们为你的荣耀的国度和你作王使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基督的国而活。主啊，愿这样的盼望赐给我们，愿这一间教会成为一间有盼望的教会，愿这一间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都成为因着盼望活在盼望当中的人，显出这个世界的贫乏，显出这个世界的无望，显出这个世界的渺小与短暂来。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